小白，你脸色怎么这么差？啊，我感觉很好啊，就是肝这边好像怪怪的。我们不说这个，你快看看我的宝贝异兽，好像又强了一些。哇，你不要再玩这种假异兽世界，要玩就玩这款真正的异兽世界。没错，就是这款开局可以无限吞噬的《山海经》手游。自2020年初上线以来，以吞噬为主，不爆肝，不氪金，开局一只小不点儿，提升战力全靠吞噬。想要成为 buff 大佬，必须在这蛮荒的山海世界中小心翼翼。想看看自己能达到什么程度吗？赶紧来试试吧！点击下载，与我征服山海世界。